日本のアーティストさんで気になっている方がいれば、最も気になっている方を教えてください。我们现在飞车很喜欢的一个日本乐团叫做 Siamese Cats， 那是我们巡演来演出的时候，就是有跟他们一起办过台湾、台北的高台中的演出，然后我们来东京也有一起共演。那我们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也合发了一个7寸的单曲。那我们乐团落日飞车有翻唱 Siamese Cats 的一首歌，然后我们有重新编曲过，然后就录了一个7寸的黑胶。那这是我们目前合作上跟音乐喜好上品味上最喜欢的日本乐团。其实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难回答，但是我想从我们音乐的脉络来说，我们很幸运的跟很多影响我们很深的先輩一起在做音乐，比如像Husking B 跟这个那个 Hosomi Takeshi， 这些都是很好的朋友。那当然日本的音乐还有更多更多，我们一直反复在聆听，然后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不同的美好，各种音乐类型。那我没有办法很确切的说，但是我可以，全日本我最喜欢宫崎葵了，谢谢。对对，没有，我也是跟大家听的非常多，就是受日本音乐影响到自己的创作很多。那最近那个在台湾有坂本龙一先生的纪录片对上映，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因为我觉得他的钢琴声就是总是可以启发我对于想要用自己的语言去写另外一首新的歌的这种冲动。我觉得任何可以启发你想要创作或是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音乐，我觉得这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